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师父。我的业障我自己背，不要师父背。我看1957年的鸡。1957年的鸡。看身体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是你呀？哎。57年的鸡是吧？哎。我帮你从上面看下来啊。谢谢。你的眼睛干了，非常干了。是的。那你的喉咙经常会痛，咳嗽。咳嗽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的心脏有点问题，经常会胸闷气急。是的，这段时间有。特别厉害。我讲话你不要介意啊，你身上你掉过孩子的，我看到一个孩子趴在你的肩膀上，两个腿在踢你的心脏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乳房也不是太好，有增生的情况。对，鼓掌。师傅，明白吗？再看下来，哎呦。 肠胃也不好，什么都吃，肚子大的嘞，个肚囊。不能吗？大不啦？我不。很大，腰，左腰不好。左的腰。左腰不好，还有关节不好，对不对呀？关节抽筋啊。抽筋啊。 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记住了，你这个脚不能着凉，因为你的脚经常冷啊，一冷的话，你就会抽筋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冷吗？因为那个小鬼跑来跑去，经常到你的脚这个地方来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帮小家伙念超度念经，把它念掉。 不念掉的话，他还经常爬到你头上，让你头痛，有没有啊？我去查起来，他说，吃药，现在吃药。吃药了，你记住了，你一边吃药一边念小房子，很快就好了。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，我看看这孩子要多少，59张。59张。能念吗？能念。哎。我还看到你家里呢，我风水怎么样？看看谢谢。家里倒还蛮好的，你这个人像男人一样性格，家里我不好意思讲，弄得不是太干净。走进去还蛮好，哎呦，两边两个房间是脏的嘞，堆的嘞东西一塌糊涂，客厅倒蛮漂亮。 还掉了一个灯啊，很漂亮。我花园后面有那个大树，没问题吗？什么？大树，花园后面有一个大树。哦。啊，那离得蛮远的，大概有2-3米呢。没有太大的关系。OK。好吧。哦，谢谢。你倒是要当心啊，走进来走道的地方啊，开门走道的地方，要灯要一直开着。我是自动的，进来就开。节能灯很便宜的，买一个灯。人家说进门这个灯要亮，你家就会有发财的运。 听得懂吗？进门的灯暗的，就像喉咙管一样，走进去暗暗的，下面鼓掌的人都想发财。要放心吗，师傅？要放，你已经放了，你已经放过了，放了很多了。是我经常。经常放。谢谢。你现在脾气比过去好很多，你过去脾气很暴的，要骂人的。 现在学佛之后好很多了，好吧？谢谢。OK。谢谢，我其他没有事了，谢谢。没有了是吧？感恩。我再讲一句话好吗？好的好的。当心点，最近头发掉的很多。对的。记性很差。对。
你要是再不跟这个小家伙念掉，他要搞谁来啊，搞谁来啊，我要念他，听得懂了吗？自己的妖精子啊，那老太好吧，赶快念掉。 OK， 谢谢。四十九，五十九的。五十九呢？啊。OK。好吧，你很坚强。你有一段时间家里出了一个大事。你过去有一段时间家里出了一个大事，你非常坚强，经济上你挺过来的，你这个人很厉害的。哦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下去吧。OK， 谢谢，感恩。